努力的最大动力在于，你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，而不是生活选择你。努力不会让你最好，但会让你更好。男人最好的投资不是车，也不是房，而是有个无论贫富，都对你不离不弃的女人。忙的人没时间议论别人，过得好的人没心情在意别人评价。人生在世，只有两件事，一件事做人，一件事做事。做人要大度，懂得迁就；做事要宽容，愿意让步，让人三分不吃亏，有回报；容人三分无损失，留好名。人若知足，凡事幸福。花若盛开，蝴蝶自来。你若精彩，幸福开怀。